姐们儿过礼拜天了哈，然后得抓紧去人多，走。嗯，姐们儿也是让人多今天。嗯，都是带着孩子出来玩的。小马孙儿没喝奶。一会儿我给他吃。啊，姐们儿一天没喝奶，估计一会儿你喂他一顿吧。今儿我吃的，给他吃的也得吃。啊。现在俺们到了啊，走。买爽了，超哥。明天还来不来？明天到货了都来吧，歇一天也。我要到了我去了。正好我周天来，人家孩子多，小孩又多，小孩正好多，都是给小孩穿上鞋是吧？给小孩穿。啊，这个往哪钻呢？讲完事了，我等你。这回家洗洗。对洗对，回家洗。你都是天天在洗，不洗不光洗干了。洗洗晒干，要我觉得干了应该好是好擦吧，超哥。哎，干了好拿，干毛巾好。那会儿我又买。我们下期见。下期见，大家们，今天晚上是下班了。给大家点，给超哥点下关注啊！大家给超哥点点关注。还有那个小瑞。对，还有小润瑞，拜拜。我绿姐。耶、yeah! ！现在俺回来了哈，然后俺爸也刚走，麦穗已经瞌睡了，现在都1:30了。辛苦了，媳妇。辛苦。嗯，你洗洗吧，抓紧睡吧。嗯，我再去看看孩子。嗯，你睡吧，我看着我睡了，他睡了也别看他了。我也得先看看。他睡了，别看他了，你收拾收拾睡去吧。嗯，睡吧，宝贝儿，爸爸妈妈的，想要做好美好的生活。哎，跑不动，你睡吧，辛苦了，辛苦辛苦。这头两天我给你端，这又轮着你给我端了。嗯，一点了，抓紧洗洗，抓紧睡吧，辛苦了呗。辛苦啥、啊？两口子都是这样，是吗？出去干活都是这样。嗯。咱不怕辛苦。洗吧，洗洗，赶紧睡。你也洗洗吧。你洗完，把所有吃的都倒了，我再泡一会儿。你都是抓紧睡。嗯，中。嗯。